时间宝贵，先爱过了再说。万一你走之前，我已经不爱你了呢？喜欢吗？喜欢。这要是搬家，以后得把这面墙悄悄地带走。那天在你家那个破坏，我送你这幅画，当做是补偿。大哥跟我说你有双重人格，我还不信。前两天还跟小疯狗似的咬人，怎么今天开始道歉了？我看看你是谁。你是黄一梅吗？到底哪个才是你啊？其实我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天是我冲动了，对不起。是我的问题，我应该早点把那件事情告诉你。呀，你还会自我检讨，这也不像我认识的中国动物啊。你也分裂了？要是真能分裂就好了。一个去巴黎打拼事业，另加一个在北京陪你。你说过你会解决的，我相信。时间宝贵，先爱过了再说。万一你走之前，我已经不爱你了呢？那就省着点，慢慢爱。玫瑰，别不要我了。